个游戏，干嘛嘛？对，大家都来经历，也是陪伴公司，不是一周毕业时间了吼，啊，所以有啊个公道回正到位啦吼。那么今仔日感谢上顶讲的气温吼，咱做事的帮助，除了出过两位老大人的代表，吼，啊，咱老天爷莫大疑心啦吼，啊，跟李秀大仙的护庇，啊，咱过去。做恁大些，吼，做点公司的栽培，吼，啊，甲咱，负责人的教育，吼，啊，甲咱菜地团师慈悲，吼，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啦，吼。那么，这首信歌呢，叫做《咱是福气的人》，吼，这是咱这文化课，吼，咱的老师，吼，甲咱。注意分析的，吼，啊，伊的条件，迄个茫无茫中的人，吼，那么咱即摆来看，各位在咱台湾做伙来较一遍吼，人生在世，想起来，无几工，计到浪费着时间，荣华富贵，目一日一张空。只好功德来修缮，好野山，野山正面，万面万堂，各人姻缘拢无相共，天道好还为大家带希望，脱离无常因果报。好，咱这两句做伙念看，啊，做伙简单讲一下。咱是福气的人，会当修道真无简单。开创天地的家，也未可怕寒。醉生梦死千唔通。咱是福气的人，烦恼放下，打开心窗，见光明的将来变清香。讲完各话，才会轻松。吼、哦，这是咱这个老师咱自悲分析的。吼、哦，伊而且伊头出来讲人生在世，其实是无几工啦吼。有当时啊吼，哦，今仔搭一个伊吼，时间咧过真正有够紧。吼，无海今仔伊刚刚才几岁尔吼，啊，即摆来甲讲个年过半百了咧。所以吼，真正想要食讲，啊，迄阵啊，互我较少岁时阵吼，互我爸爸妈妈迄阵嘛较，佫会差不多五十几岁、六十几岁，啊，八一个年，八十几岁、九十岁，啊，几好去啊，吼，所以讲，真正有当时啊，你若想想来吼，真正时间有够紧啦吼，啊，所以讲咱有当时啊吼，人生在世吼，有甚物话？其实有甚物话通计较，吼、哦，所以有一句话咧讲啦，伊讲光阴在世，无非大梦一场啦，吼、哦，富贵惊人，难免无常两字。吼，即句咧讲，光阴在世，无非大梦一场。吼，我互你做甲偌大吼，做甲将军，做甲吼，
即摆大家拢遇到即个总统的退役，是毋是吼？大家就开始伊在咧复读啦，吼。但是迄毕竟拢是无几冬的时间，吼。那么咧，你敢若想做一条网同款？那么富贵家啦，人类无上努力。到底富贵，你做有钱，你想过台面就好。伊先是做有钱，但是伊个太太，哦，啊，甲伊个小弟，哦，伊太太乳癌，伊个小弟是肺血癌，嗯，是毋是？伊遐尼有钱，但是伊嘛是无法度去挽救伊个生命，哦，所以讲咧，伊将老师甲伊讲个讲，繁华富贵，即拢是一场空，哦，啊，只有功德来消散，哦，所以讲。人讲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心。啊，这个业随心就是啥？就是功加个吼，是善业或者是恶业啦吼。所以讲，像谢讲师是不是咱以前听到伊的事，是不是听听？听谢讲师伊讲安怎个？伊讲再来出世无半项，转去双手无空空，踮在世间呐迷茫，吼，死去江山万万啦，哦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咧甲咱讲吼，其实伫世间拢是一样啊。所以讲咧，就是只要讲，不管咱今日是好业是善，咱拢不免烦，因为咱是迄种过去世的因缘所造成的啊吼。啊，所以伊嘛讲，咱今日既然吼会当，得到咱这个上天的大德咧，咱吼希望咧会当好好啊来修，吼爱当脱离。咱即个无尽的因果嘛，就像咱即个同归于尽，哦，甚至咱昨下去参加即、這个，咱个诶，大学健康诶宣传班吼，是毋是？咱问讲吼，你今仔日修道，你是为着啥物货？你修道，你是为着，你是为着要安怎吼？啊，所以讲，足侪人讲，你是安怎要修道？人讲足侪人讲，去医治解毛病。啊，嘛讲希望会当脱离轮回吼，即、這个世间的苦海的苦，即、這个世间吼，足侪物件是咱吼会当把握来完成的吼。那么，所以讲老师甲咱讲的，咱拢是做福气的啦，吼，咱平常时呢会当幸运碰到，吼，即答案偌厉害，吼，即归因一处的即个在系普通，其实讲即嘛是最后一处。哦，所以咱今仔日会当修道，哦，会当修道办道，真正是足无简单诶。哦，啊，咱吼唔通讲甲咱即个今仔日来遮吼，咱今仔日着即个道，咱去共浪费掉。哦，咱着爱赶紧来修道办道，吼，像咱咧从咧里底讲诶，着爱修道，吼，伊咱即期着是修道甲办道，这是拢同时并进诶，是讲咱爱。道义嘛是爱道人吼，所以才会当建立咱的功德，咱的功德啊吼。啊，咱上下当我学较讲的吼，伊有讲一句话咯：只修道不办道，吼，难行道啦。啊，若只办道无修道吼，会进魔道啦，因为咱的观念会偏差去啊吼。那么，但是呢，咱老母娘。伊伫即个我较袂记得用年纪啊，吼，啊，所以就是咱老母娘伫《黄母分子世界》内底有讲吼，即摆虽然是倒破团。啊，而且咧，高团外国九州，但是呢，即个得到吼，诶，咱即个原胎佛祖，其实是千千万万啦。但是会当讲，足诚心，足诚心发自内心来实行，就是讲来修道办道诶，吼，即个真吼，会讲。